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想，我是不是开错游戏了？你没看错啊，这是王者荣耀。腾讯啊，真不愧是你，自从羊了个羊席卷各大平台，手残的呀早已放弃，脑残的还在研究。但是羊了个羊早已出现了人传人现象，甚至呀传到了别的游戏里。乍眼一看，削鞋子这种东西怎么能入流？但从第二关开始变成了削装备，而且呀你需要遵循游戏中装备的合成路径。最离谱的，你凑齐打野装备还能削出草丛，并且啊有着严格的装备克制系统，这实属我没有想到。而当你削出草丛的时候，就能获得隐藏在草丛中的复活甲。而有些装备啊也是有负面效果的，比如凝冰之息会冻结场地，但三张进化就能搞定。然而呀最离谱的是三张闪现能直接跳关。就当我还在纳闷这游戏强度挺高啊，不是资深玩家玩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居然还能摇人，照出个典韦直接把场上的卡劈没了。不错呀，这很腾讯，就是不知道这游戏复活需不需要看广告，新月会员能不能多召几个英雄。我的评价呀是不如坤了个坤。